欢迎来到美丽的巴基斯坦啊！今天带着三狗子出去逛公园去啊，逛公园。成天在家憋的也不行，是吧，三狗子？嗯。好了，我们出发了。杨三狗，看这边。搭个小车车。实际上，我们这个家的附近就是那个大公园。但是那个公园太大了，我们家附近没有门进不去，所以要远点走。没错，一出来就精神头就很足呀，就喜欢看外边的世界，而且每次一出来特别老实。这个公园很大很大呀，这是入口啊，然后要往里走挺远。好，我们进来了啊，先在这儿溜达溜达，看看这里边有啥子。不会就是这么一个公园吧？啥都没有吧？三狗，这里空气好吧？空气好不好，三狗？哎呀，真好啊，这里头。Very TK， 这个就类似于那个美国那个中央公园啊，铁铁吧，因为它处于拉赫尔的正中心。的一个就是单独的一个绿化的一个公园，很牛掰，真好呀，回归自然的感觉，有没有杨三狗？唯一点不好就是乌鸦太多了，到处呜呜嗷的。在这儿有小孩玩的，带着三狗过来玩耍一下，看看他会不会玩。你瞅着大乌鸦的大个，都不怕人。我们在这儿吃饭。然后来了鸟了，不是吃饭，就是喝点小饮料啥的，小鸟就吸引过来，弄点小薯条。三狗，这薯条好不好吃 ？TK no TK， 鸭蜜 no 鸭蜜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你多吃点。回天津话呢还？想给他个薯条，直接摁椅子上了这样。三狗，这里边都是谁呀？这里边，下面我给你们表演个绝技，来，我们表演个绝技，来。哎，这个出来一个，来，绝技，来。哎，出了，哈哈哈哈！来来来。这里还有小船啊，但是没有下水的，我让霞去问问能不能坐这个小船。啊 ，no TK 啊，我不坐不了，坐不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哇哇，一直在乌鸦在叫啊，哇哇。好了，我们就准备出公园之前，发现有这个小退休，就是我们来了一份这个小退休，这巴基斯坦人特别愿意吃这个，这个汤啊是酸的。辣的，臭的，就是酸辣臭，大概啊，这里边是有这个土豆，还有一些就是我叫不上名的东西。这个汤是甜的，反正就是这儿还有那个酸奶，就是把这个小脆球，看看一下，啪抠个眼，然后把这东西塞到这里边，再咬着这个汤，一下放嘴里，不可描述的味道。我是吃不了，他妈愿意吃。操作异常熟练，放上一杆这个料，哎，快一勺这个汤，哎，哎呀，怎么样 ？OK， no OK， no OK 啊。弄鸭面，大狗，你吃的鸭面不鸭面？回来了啊！刚才又去一趟中国超市，这家一包辣条快50人民币了，这家咔咔就是买辣条，就愿意吃中国辣条，这大整，供不起的，铁铁们。杨大人，这里，哎，再见，拜拜。